中港兩地藥房一藥難求，星期一通關第二日，不少人在香港大約過關去深圳，寄回內地給其他城市的家人。這間位於福田口岸對面的速遞公司，就有不少人拖著夾入去寄貨。止咳、退燒，還有相關跟 COVID 類似相關的一些藥，就是聽說就是很難買到，就連我在加拿大都比較難買。對對對，我就覺得我運氣特別好。對 對，就是我全部被我趕上了。對對對，香港的十二月份就是變成no quarantine，然後到了大陸的也不需要 quarantine，就變成只需要那個48小時的核酸。有市民話，香港寄貨翻內地的運費比較貴，所以嚟到深圳先寄。點解唔喺香港寄，會喺呢度寄嘅選擇？香港嗰邊可能重，即係佢嗰啲買大陸貴啲啦，咁我過嚟上面寄買啊嘛。你中國內地其他省份都冇咁貴嘅。